Hello， 大家好。画画是需要胆量的，胆量是什么？胆量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当你拿一张白白的画布开始画画的时候，真的需要胆量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画什么，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预见的，甚至是这个作品的 mode 是什么。当你在你画画之前，你还没有决定，这张画表现雨天的 Club Street， 静静的没人，你会有一种湿湿的空气的氛围萦绕着你。当然了，作为技巧，我喜欢用厚的颜色，我更喜欢用在画面中画很多 signboard， 它会很有生活的气息。当你的画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辆车，如何让它生动？那么就靠着你的胆量，你的心情体现在你的画里面。